端茶倒水什么都能干。好吧，正好差个服务生，但我跟你约定三件事。第一，看你像个士兵，但在我的霸里绝对不能伤害顾客。嗯，我不是你流氓。明明就是。第二，在这里一切听我的。嗯，您是队长。第三，我还没想好，明天再告诉你答不答应。诺。那好，这是你的工作服，拿去换了吧。这是黑丝，不喜欢吗？高跟鞋穿不来啊。无所谓了，反正巴黎的笨女人够多了。居然要我穿这个，走也走不稳。要开工了，好了没？就快了。可是我又跪了。罗马尼亚，我已经完成了您下达的第一道考验，请指示。大帅哥，大帅哥，兔宝宝，酒。那你去，那你去，又偷了一个他。走路姿势，姿势。你饺子他是男的。扭扭扭扭扭起来！哦，你现在上手还是可以。左扭，就可以。右扭，左打！九。你长得好像……我不像瑞文的，不像，不像，不像。确实不像。我记得瑞文是一个彪悍野蛮的肌肉女，人称春哥，哪像你这么婀娜多姿啊！谢谢夸奖。喜欢吗？这一定是刀妹对我的第二道考验，要忍住，小姐不要、啊，要忍住，忍住。啊，原来刀妹你是喜欢女人的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，花花。咦，昨晚不是叫这个来着？啊，不是叫这个吗？昨晚我说我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啊，随便吧。那边那位先生点名要你端酒过去。先生慢用。哇，你下手好快啊！香。想我当年好歹也是为这个艾欧尼亚的一大悍将，如今居然在这里给抠脚大汉熊抱，找死！不可不可，顾客是上帝。先生还有什么需要吗？你叫花花。哎，什么花花？好吧，我叫崔斯特。晚上有空吗？我有了，我有了。没有。文文，我突然被你给迷住了。什么文文？甜心，别闹，我就喜欢看这个。拍拍照。受不了了！以暴制暴，走。就断了，萝卜也断了。生气的样子真好看。可罗斯，姐妹！听说新来了位兔女郎，我们是来喝酒的。本人单身，一般不坑。嘿嘿嘿。